嗨，有事吗？这次吧，是真的有事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有孩子了？他就是我爸爸。不是跟你说在外面不要乱叫吗？所以他不是你孩子？是我哥的孩子。那他为什么叫你爸爸？你当我爸爸好不好？你不能当我爸爸吗？要不我们进屋说，我这有好多好吃的，边吃边聊。你怎么认识他？啊，我今天在超市买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今天在超市买东西不小心撞到他了，就把那幅画撞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来见你啦。我去买点东西。小孩，吃苹果。别叫我小孩。你本来就是小孩。你才是小孩呢。我确实是小孩，但也不是给你叫的。白天超市那个男的是你男朋友吧？我看出来了，你俩不对劲。那不是我男朋友。那你为什么会紧张？你刚刚不也挺紧张的吗？反正你就是骗人。行啊，那一会儿等你叔叔回来，我就给他说实话。反正我解释得清楚，至于你能不能解释得清楚，那我就不知道。等我以后有钱了，都把花在的钱还给你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之前的事我们都谁也不提了呗？你骗子，待会儿打哈人精。犬犬，听姐姐好好说，偷东西是不对的行为，不是你的东西不能随便拿。我可以给你叔叔说，让他送你来我的画室学画画，我不仅可以免费讲，还可以送你一大堆全新的画材，怎么样？在我们老家那边，都是我先去商店拿东西，奶奶后面会送钱过来的。我以为这边也是这样的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你会教我画画吗？那就要看你到底相不相信女骗子的话喽。本来想让这小子亲自来谢谢你，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人跑没影了。嗨，您太客气了。上次在医院你非要给我钱，这次又给活干，应该我感谢你。你刚刚说你有一个什么朋友，咋的了？烫啊？好喝。你说你有一个朋友是什么很厉害的园艺师是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您家这个花园交给他，他一定干得非常好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萧寒。回来了，好饿啊，我们快吃饭吧。去洗手来吃饭。最近忙不忙？忙。忙啊，那刚好啊。白天你上工忙的时候，帮你看全全呗。到时候让他来我们画室，我来教他画画。这样你下班的时候不用麻烦了。我明天会送全全回老家。全全，别听他的，你赶紧吃啊！我去看看。
不吃饭。嗯，我带你一起。我还要忙一会。那没事，我不饿，我陪你呗。画房蚊子多，你穿成这样，待会被叮得很惨。嗯，那怎么办？去换裤子。我没带裤子过来，要不你帮我找点防蚊虫的东西吧。你这个大叶子花是什么花？昙花。这就是昙花，就是传说中那个昙花一现的昙花吗？嗯。昙花开花很难见的，它开过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大概缘分还没到吧。蚊子飞走了。在你腿上。什么东西？蚊子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我被蚊子咬了，你也不知道帮我打一下。它停在你身上不方便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手没事吧？对不起。闹别在这边闹。对不起嘛，我不是故意要摔倒。那这次呢？这次是故意的。谁叫你软硬不吃吗？怎么了？手没事吧？去那边坐。你没事往厨房跑干嘛？我渴了，去厨房拿水喝。哎，饮水机在客厅好吧？我拿碗去接饮水机的水。饮水机上面放的就是纸杯，你看不见啊？没看到。你眼睛出气的你。好了，时间不早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么早就赶我走？是我困了，想睡觉。不是，你看我这腿被咬成这样，我回画室也没办法处理。你有没有那个青草膏借我用用？下二楼。那好，我去。我去给你拿。你说，你们这的蚊子。怎么就不咬你呀？专盯我一个人啊？可能他更喜欢心思不单纯的人吧。
你说的那个他是谁啊？蚊子还是你？蚊子。那你呢？我可没听你。我问的是，那你喜欢心思不单纯的人吗？这个问题不如你猜猜啊。先回去了。谢谢你的青草膏。不用谢。那我回去了。回去慢慢猜啊。这个问题你猜猜啊。怎么还不睡？你是明天就要送我回去了吗？我一个人生活惯了，吃饭都没个准头，我怕我……那我能在你这儿多住几天吗？先去睡吧。我不挑食，你不做饭我可以自己泡面，我很乖的。你不喜欢什么就告诉我，我保证不会做。等学校开学，你再送我回去，好吗？其实你们看到这幅画，你们就会问我说：“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一朵花吗？”其实没有。好了，大家可以把自己想画的花写在纸上，等一下我们来交流。嗯，好的，老师。早啊。那天你说我可以把犬犬放在画室，你会帮我照顾，还算数吗？当然啦。我刚好这几天有一些事情要忙，所以我麻烦你。来，看看这些啊，都是姐姐的学生，厉害吗？好啦，课间休息，大家出去玩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这些画画得怎么样？特别厉害。真的。这些呢，可都是我画的。那画的也不怎么样。那真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本来呢，我还想亲自教你，既然觉得不怎么样，没办法。你肯教我？看我心情吧。你可以先说几句好话，哄哄我开心。我不说。死小孩挺倔。你很喜欢画画？嗯，喜欢。我叔叔很喜欢养花，你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他的吗？喜欢啊，
喜欢就是喜欢，就看对眼了。说了你也不懂。走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，给你新买的颜料还有画架，你可要好好感谢我啊。来吧，你歇会。你是萧寒？嗯。我带了水，放在那边，你可以先去喝。好，谢谢你。来了，开什么玩笑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何冉呢？睡觉呢。啊，那我上去去吧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等会儿等会儿。哎哎哎，小雨小雨，你慢点。哎呀，哎，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？那个小冉她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吃了药康复一下，要不你改天再来找她玩。不舒服啊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贫血了？哦，没，就是感冒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哦，行吧，那我上去吧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啊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你现在来呀，刚刚好。是这样的，小雨，我们厨房那个灯呢坏了，我和小冉都够不着，我这不刚准备出门去找人来修呢。您来了呀。太好了，要不您帮我们弄一下？我看您这大高个儿肯定够得着。开玩笑，我1.85米呢。哦，真的？哎呀，高，真是太高了。哎呀，这小伙子又这么帅，真好。还行吧。喏，就这个灯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哎，你看要踩个凳子啥的不？开什么玩笑？我这身高还用凳子吗？那倒也是。还是给我个凳子吧。哎，来来来，小雨。哎，那什么，小雨，您先弄着，我呀给你倒杯水去。 啊好。小冉，快回来，韩宇来家里了。帮我照看一下他，谢了。你去哪儿？轻松搞定，真厉害！来，喝口水。我就说嘛，小雨啊，最厉害了。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事。哎，我都给忘了，我要去找何人啊。哎，小雨，那个，你午饭吃了吗？没吃，咋了？啊，你看，这我做的包子刚出炉，您尝尝呗。不用了，我减肥了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么瘦了，还减什么肥哟？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尝尝呗，尝尝。哎呦，小伙子又这么帅，真好。小雨啊，最厉害了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么瘦了，还减什么肥哟？
那个，我还是先去看何染吧。坐开！这，你注意点分寸啊！咱们稍微保持点距离啊。您等会儿啊。什么毛病？你们咋扔的垃圾啊？都扔我们院子里了，刚种的一来香，都压死了。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了啊！那个我是我们扔垃圾的时候不小心。不小心，你不小心就妥了。那一来香咋弄啊？花死了，家主任追究起来，谁负责呀？我负责。什么香死了啊？我负责，你跟我说。那是谁呀？那是这家。我是这家的男主人，你有啥事你跟我说，你别嚷嚷。你吵人家睡觉了，你这。是恁乱扔垃圾，成我瞎嚷嚷，我嚷嚷啥了？我咋嚷嚷了？你别嚷嚷，不就是垃圾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别嚷嚷！我告诉你，哥今天好好教育教育你。来，不是，有话好说啊，有话好说。大人这是废话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大人可不装啊。我怎么说？大人可不装，大人可不装。你小激动，你看我跟你说。这个啊，哎，你看我跟我说，大人可不装啊。我怎么说？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，我打你。你怎么还打人你？阿姨，你可回来了你？还没发现我出去吧？没有，我拖住他了。好，谢谢你，那我上去了。去。韩宇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你脸怎么了？被人打了？啊，我是刚刚不小心摔倒了。哦，你这么大人了，以后走路小心点。不是，你刚才一直在睡觉，你都不知道外面有人来找茬了。哦，谁啊？就隔壁一大爷，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一直在你家楼下嚷嚷没完没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已经给他制服了，我一只胳膊我就给他拎出去了，我给他制服的制五体投地的。然后你别走了。不是，我都说了我是摔倒的，我主要吧，我是因为我太想着急回来见你，我就没看路。嗯。就，哦啊！我这可是为了维护你家我才受的伤，你这不，你不得给我擦点药啊什么？检查一下伤口。阿姨，你给他擦点药。来了。阿姨，这不用了，真的。来，我给你擦擦。哎呀，别感染了，留下疤就不好了。你看你擦破皮了。等，停！你别动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别，你擦会儿再走呗。走了，今天谢谢您帮忙。没事儿，哎，幸亏啊你回来的及时。隔壁大叔也帮忙了。啊，我叫他来的，替我谢谢他。嗯，好。哎，你上去歇着吧，一会儿饭好了叫你啊。好。怎么还多了人？平常都只让人给他端土送水的，怎么还搭把手干上？挺有意思，怪不得不让我进他的院子，都要看看这男的长啥样。哎喂，小姑，
啊，在家呢。啊，小洲村那餐厅是吧？行，行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啊，哎，好，拜拜。何老师，拜拜。拜。今天呢，我遇到了点事，就先不教你画画了。你去找你男朋友了是不是？都说了多少遍了，那不是我男朋友。我不信，爱信不信？走吧，收拾东西。何老师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好啊，谢谢啊。肯定是你男朋友来找你。哼，没准还真是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来接钱钱啊，请我们吃晚饭呗。就是那个哥哥何然姐姐你男朋友萧权。权权，这么乱说话。我画室的学生刚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说他钥匙丢那了，我回去给他送一趟，今天晚上呢就不一起吃饭了。对了，这个咖啡店我有会员卡，你带全全去喝个咖啡，给我积个分，还可以兑换个儿童大礼包。明天画室见啊。哎哎，干嘛呀？你来小洲村干嘛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我叔叔啊，不知道他最近哪根筋搭错了，非搁他那园子里弄他那花花草草。我小姑就说让我没事多来餐厅盯盯。其实也没啥事，没事别闲逛，早点回家。不是不是，你等我。那啥叫闲逛？你算了，不说我，说你，你这不也天天往小洲村跑吗？那以前不都让那保姆盯你盯得死死的？不过说到你家那保姆啊，太……哎呀。有点不正常了，我觉得。人家怎么不正常了？他的行为举止上吧，有点没有分寸。你发现什么了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就是阿姨的事情吧，我们就不要去管他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中午的时候啊，我去你家找你。他非不让我进，哎，然后还借机就夸我真瘦，夸我优秀啥的，哦，还说我脾气好，夸我是热心肠，说我帮了他大忙，哎呀，弄得我一激灵。哎，那不是超市那个小女孩吗？她跟你一块来的？没有啊，她跟她亲戚来的，你别看了。哦，就他那朋友，对对对，就他旁边那个男的，你朋友。啊，对，我朋友。哦，你这交友还挺广泛的啊，这年龄段都有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是是，不关我事儿。哎。不过，你最近怎么回事？啊，你妈就能让你一人跑出来？我今天跟我妈一起来的呀。哦，阿姨也来了。啊，人呢？她去忙了，等下就回来接我。哦，这样。那就你自己玩吧。哦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我玩啥呀我？我帮你拿，好，画起来。嗯，你不叫我吗？无能为力啊。那你说话不算数。你说话也不算数，这就是先背叛人的下场。
OK， 十分钟，差不多了。Tick tock, please stop with me. Tick tock, don't be away from me.